在戴的时候这样戴。啊，这个地方要夹得很紧，它比外科口罩还紧，一定要密合。然后检查密合点就是这个地方，要整个贴合，就是比较紧密的保护这样子。然后再就是口罩，口罩把头发全部遮进去。那女生的话就比较麻烦，因为如果长头发，最好先把它绑起来。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是盘头，反正我们要不然很难装进去的。第二层手套，这个手套戴的时候要把它盖在衣服里面，衣服要盖在里面。像这样，头发也是大小。